政府啦，以至成個社會咧，而家每樣嘢都揸得好緊，即係每樣嘢都 evaluation， 無論你教書、你做工 appraisal， 每樣嘢都有 appraisal， 每樣嘢都好好緊，多少空間都冇，咁變咗冇創意。想創下咧，創唔到，因為每樣嘢守住就係嗰條線，就係點去過到個 appraisal 咧，基本上都冇曬諗其他嘢啦。咁即係我想呼籲一下，就係政府喺個社會可以輕鬆啲咧，可以嚇 hea 下啦。係啊 ，hea 下，咁就會我覺得咧，創意就會嚟得到。而家係嚟唔到啊。